长得也太小了，这不黑。大拌面啊，在武汉真的绝对是没有，他家首家，你看，哎呦，上面主要是有这个菜呀，哈，这个延吉拌菜，这跟那冷面还不一样，你看，这属于干的，嗯，酸甜适口啊，嘎嘎爽。吃完了烤肉，拿它溜溜缝，老爽了，绝对是精品啊！就奔这个，你也得来尝尝。